阅读过去，想象未来，欢迎一起来到孟加老城区，点亮圣诞夜，一起平安欢庆特别的2021台北灯节，七彩八宝新世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特别的2021线上台北灯节。音乐教父司马杰揭开序幕，金曲歌后魏如萱及盛大点灯仪式，500及 China Blue 压轴演出。不简单了，他还爬得上来了。好，各位现场朋友，各位视频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2021年的。4、3、2、1，一起敲响！七彩八宝新世界2021台北灯节最牛！新世界2021台北灯节最牛，各位现场的嘉宾以及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赞啊！是，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带来的是国际级还有呢这个本土级的这个跨界联合的演出。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 international 的这个表演嘉宾哦，他曾经获得2次格莱美奖的殊荣，他就是我们的国际音乐家司马杰 Jamie Smarzynski， 请大家以最热